Hello， 各位升级的议会员，大家午安，欢迎来到这一期的 Sports Talk。过去这个礼拜，我相信台湾的羽球球迷哦，应该有着伤心，有着开心。伤心的呢，就是我们世界球后戴资颖呢，她这个不小心下跌了一位，来到世界第二哦。不过大家也不用太难过啦，因为她可能在这个月的世锦赛，就有可能再把球后宝座给要回来。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喽。那另外一个开心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台湾一哥周天成呢，在今天，就是今天哦，刚出炉热腾腾的世界排名来到第二，不但写下他个人生涯最佳呢，同时也是台湾羽球史上最佳的男单世界排名。台湾羽球在这个戴资颖、周天成的带领之下，哦，似乎表现得越来越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2018年，就是去年雅加达亚运的羽球总教练张振雄来到我们节目上。各位大家好，我是张振教练，目前在那个京都当羽球教练。另外呢，我们也邀请到三位对羽球非常非常有热忱的来宾哈。首先第一位就是曾经也打过乙组的羽球队的羽球正妹廖子贤。嗨，大家好，我是子贤，今天带着我们家小宝贝妞妞一起直播。嗨，嗨，你好。OK， 再来呢，就是被誉为是下一个周天成哦，这来头不小，我们的合作的青少年球员，合作金库的青少年球员黄玉凯，玉凯好。大家好，我是黄玉凯，目前在中山高中。那最后一位就是我们的羽球小甜心哦，我们是就读名传新闻系的，他也是戴资颖的忠实粉丝，我们的于品杰，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品杰，我喜欢看羽球赛，特别喜欢看戴资颖的羽球赛。今年周天成的状况实在是好到发胖哦，他在过去这三个礼拜，打了三场比赛，拿了两个冠军，然后还带了300多万的奖金回台湾，很让你羡慕了哈。教练可不可以先谈一下这个周天成，他今年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他进步的幅度为什么会这么大？小天的状况目前越来越好，那他的进步大家有目共睹的，是在说他以前只会一昧的打法上都是应该是说不会去变化。那这段时间这三段的比赛状况的话，你看到他后半段的一些突击啊，或是一些打法上的一些变化，都有很强烈的企图性在压制的那个压制对手。更沉稳是在说像上个礼拜刚刚结束的那个泰国冠亚军赛，那他的赛末点那4分，哇，那个超厉害的，就是说他非常的冷静在处理他的一些球路，然后制造一些机会让自己有攻击得分的一些契机，我觉得这是他进步的地方。这场比赛应该所有看的比赛的应该都是在电视机前面打脚，你可以请子贤谈一下这场比赛，我相信你应该也有看，然后那场比赛看完之后你觉得其中最大的感受跟感想是怎么样？我觉得小天就是近几年的成长，他可能前面都会因为年轻嘛，所以可能在处理球的上面可能就不会这么的细心，可能就是想说体力好，想要压制这样子。那可是在昨天那泰国那一场的时候，就觉得说他很沉稳而且冷静，在处理这四个赛末点的时候都可以清楚的掌握说对方可能会攻击的球路，然后先做好准备。 OK， 那再来我们再谈谈一下这个戴资颖的部分哦。小戴在台湾啊拥有这么高的人气，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地想问一下我们的戴资颖的铁粉品杰哦，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小戴？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的比赛？我是从2013年的马来西亚公开赛是我看他的第一场球赛。那我会喜欢他，第一个当然是因为他很认真，然后又很谦虚。那再来就是因为他的球赛让我觉得充满惊喜，他就是出其不意，然后常常会有一些什么假动作，然后我就会觉得，看着球赛看到一半会觉得，球怎么跑到那边去了，让我意想不到。那还有他的反拍神反拍，也是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点。所以现在大家其实最好奇也是最想知道的，就是明年2020的东京奥运哦。其实羽球这个部分，大家似乎看起来好像拿奖牌是十拿九稳，但是很多人更想知道，也没有办法替台湾拿下这个史上第一面金牌哦，或者是台湾奥运史上第三面金牌。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羽球呢，就2008年的谢玉馨男单打进8强是最好的成绩，不知道
明年这个东京奥运，你觉得教练这两周天成跟戴志颖有没有办法给台湾写下一个新的光荣纪录？其实我一直对我们本土的选手一直都充满着信心。你看，我们一直在没有找一些外援的一些教练，然后自己本土的教练培养到一个顶级的选手，我觉得我们真的相当了不起。那对他们明年冲击奥运金牌、东京奥运金牌的话，我觉得对他们充满着信心。甚至不是说只有我们天王小编或者天后小戴，甚至我们的男双啊、粉双啊、铁双啊，其实都有机会去冲击成绩出来的。玉凯，那你自己觉得哦，不管是戴志颖或周天成，他们在比赛中有没有什么环节或什么特点是特别吸引你可以去学习的地方？心态吧，我觉得他们在落后的时候，有时候不会太急哦，就是会冷静下来，就是擦个汗、换球那些，就是缓和自己的情绪吧。哦，那这样看得出来，其实台湾的羽球这个圈子跟这个环境哦，在戴志颖成为球后以及周天成越打越好的情况之下，似乎投入这个环境跟这个这项运动人好像越来越多哦。那可不可以请教练谈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所谓基层的运动人口里面，甚至是更进阶的专业的羽球训练环境里面，发掘出这个下一个球后，甚至是下一个周天成戴志颖？其实这个要先感谢那个小编跟小戴嘛，那其实那个成绩很凸显嘛，也要感谢协会，他有在做这些推广的一些动作，让我们的基层普及化。是，那再加上我们各球团在极力在栽培这些年轻选手，这些学子，他们都有机会去冒出头来，那再从中里面去找一些比较顶优的那个小选手，在我们再多加以培训，这样我觉得要培养出天王天后是有机会。最后，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三位的特别来宾，讲一些对戴志颖或者是周天成的祝福的话，就是包括你对他有什么期许呢，或是希望他接下来未来的比赛可以表现得更好，这样。那我们可不可以先从品杰开始好了？因为你是戴志颖的忠实粉丝嘛。看那么多采访跟他在球场的经验，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太容易怯场的人。那我还是想跟他说，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然后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就希望你可以每一场球赛都不要受伤。希望小天在2020的东京奥运上面可以帮我们台湾拿下第一面金牌，因为其实我真的蛮看好他的，因为他真的很认真。其实小时候就认识他了，对。那看他一路这样子下来的话，我真的是对他抱有蛮高的期望。希望八月的世锦赛，还有接下来的比赛，或是明年的东京奥运，都能夺下金牌。OK， 那就谢谢大家那个苹果议会员收看这一期的 Sport Talk， 谢谢大家，谢谢，拜拜。